场的各位贵宾、媒体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百忙之中抽空来到了被动的文艺复兴特展高雄场的开幕记者会。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李文怡。这两年虽然历经了疫情的考验，不过会动的文艺复兴台北场在五月份已经顺利在台北市的花博落幕了。而且这一次在台北，我们吸引了超过10万人的参观人次。今天我们移师到高雄，当然也是要感谢包括了台湾、美国以及意大利团队的联手策划，都是我们这一次也集结了来自于全球36个博物馆、美术馆以及私人收藏，来自于24位的文艺复兴大师，有超过200幅的文艺复兴时期经典名作，这一次的特展一次看得到。而且这一次特展还有一个亮点，那就是来自于世界文化遗产意大利的圣母百花大教堂，它的穹顶巨幅壁画《末日审判》，这一次也用原尺寸仿真，甚至透过了 AR 穹顶巨幅投影，搭配了环场立体声音效，带给大家结合了视觉与听觉，而且艺术与科技的沉浸式飨宴。同时，这一次的主办单位翡冷翠文创打造了艺术台湾队，我们看到翡冷翠文创特地透过了艺术科技的方式，希望能够催生出原创的 IP。 同时，我们的共同主办单位格林文创本身也有超过了30年的艺术策展以及文创设计的经验，就是如此的强强联手，因此才能打造出这一场全台湾最大的沉浸式体验展。而这一次我们能够成功的移师高雄，当然要感谢许多贵宾的大力帮忙。接下来让我们一一的唱名来感谢。首先我们要感谢的是高雄市新闻局局长董建宏局长，感谢您。第三位是我们的外交部大使回部办事兼南部办事处处长沈振宗处长，欢迎您。继续是我们的高雄市议员郑梦入议员，欢迎您。杨培忠董事长，欢迎您。继续是我们的翡冷翠文创总经理郑清煌总经理，欢迎您。还有我们共同主办单位的代表格林文创的总经理林慧珍总经理，欢迎您。以及我们在地场地方的代表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的馆长陈俊祥馆长，欢迎您。同时，这一次我们的特展呢，也要感谢我们的赞助单位。首先要感谢 Volvo 凯瑞汽车的董事长林传凯董事长，感谢您。另外，也要感谢凯瑞汽车的董事长夫人蔡明文夫人，欢迎您。最后，也是我们的赞助单位代表中国信托的高雄区域中心副总经理林静一副总，欢迎您。好，接下来就让我们邀请翡冷翠文创的郑总经理上台，我们介绍这一次展览有哪些亮点。欢迎郑总经理。长、局长、馆长、处长以及各位来宾、各位媒体朋友莅临，今天把大家邀请来齐聚一堂，就是为了要把今年台湾讨论度最高、被誉为好看、好听、好玩、好拍、好买的展览带到高雄，让我们南部的乡亲不必出国就可以看到收藏在全世界36个博物馆的这些经典的名画。而且另外这个展览是由我们以台湾为核心的跨国团队所打造的第一个国际级的 IP， 就像700年前黑死病催生的文艺复兴，我们也克服了这个新冠疫情的威胁，希望让台湾的文艺再复兴。所以我们希望今天呈现给大家的不是一场艺术的展览，而是我们台湾的生命力、创造力的流动与重生。法国的大文豪雨果说，历史是过去传送给将来的回声，现在呢也是对于过去的一个回应。再次感谢市长及各位贵宾今天来跟我们一起见证这个特别的日子，祝大家健康平安，天佑台湾，高雄我们来了，谢谢。谢谢郑总，请暂时先回座。好，接下来我们要邀请我们的场地方，也就是科工馆的馆长陈俊祥馆长上台，我们说几句话，欢迎馆长。高雄市的大家长陈市长，各位
嘉宾，各位女士先生，媒体记者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好。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可以一起来参与今天这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会动的文艺复兴的特展。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呢，以往我们跟很多的策展团队共同合作过，那么国外的团队啊特别欣赏我们国家高雄的这个博物馆，它主要的一个理由呢，是因为展厅最大的750平方米啊，连一根柱子都没有。楼高呢，这个展厅空间的高度呢是2层楼，9公尺高。所以策展人呢，他为什么会喜欢呢？理由只有一个，就是他可以为所欲为。今天这个展呢、啊，这一个用数位的方式集合了那么多博物馆有名博物馆的这些名画200多幅，在科工馆的展厅呈现，你一进去你一定会得到震撼。我在这里用讲的，你们没办法感受等一下进去你们就知道所谓的百闻不如一见我们父母亲啊都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都非常重视孩子的科学教育，但是呢我们很难去教孩子要学这个学那个不容易。有一个很好的方法，这个教育学家说啊，我们要想办法去丰富孩子的背景知识。什么是背景知识呢？就是累积他的经验。所以有话说，读万卷书要行万里路。今天这么难得表现的形式是结合科学艺术，那么这些画作呢，像罗浮宫的蒙娜丽莎的微笑，尺寸完全一样，它就呈现在高雄的这个展览里面。所以我们如果基于培养孩子的未来发展潜力的角度来看这个展的话，你可以帮孩子开拓他科学艺术文化的视野，所谓开眼界长见识。我想呢，我们对孩子最重要的一个教育投资，如果能把握这个原则，你的孩子经由时间的累积，他未来发展的潜力会特别的大所以策展单位的这一个展览非常的用心这个文艺复兴为什么要复兴呢？复兴什么时候的东西呢？这当然是中世纪的时候，他受到这个教会的那种束缚，久了以后呢，我们都被框住了，所以大家就想到要去解放啊，所以就回到古希腊时代的这种哲学、艺术、文学，希望能够去什么找回来，但是当然不可能完全一样嘛，所以会不断的推陈出新。科学的种子呢，也是在这个时候种下，种下了。所以经过历代我们人类的大家一棒接一棒的努力，所以才有你我们今天活在现代的这个社会所以科学、艺术、哲学这些东西啊，对我们人生的意义来讲，它都需要的。所以盼望媒体记者朋友，在座的各位嘉宾都能够等一下，跟着我们策展团队的规划，一批一批的进去欣赏，然后呢，能够告诉我们的亲朋好友。感谢各位嘉宾的莅临谢谢媒体的一个出席，多谢，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多谢。好，谢谢馆长，谢谢馆长勉励，请馆长先行回座。接下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高雄市的大家长陈金曼市长上台，我们致辞，欢迎市长。杨培东董事长，林慧珍总经理，还有我们的陈馆长，我们几位关心艺文的议员包括郑孟儒议员、王文丽议员，还有
林志宏议员，还有很多的我们的议员参选人。各位贵宾，各位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好。我有两点感想，我就讲快一点啊，因为这个时间也很宝贵啊，因为大家都要进去体验一下震撼啊。那我假如来这边只有讲话，没有进去的话，那我就有点这个浪费我来的时间哦，也占用大家宝贵的时间，所以我们就赶快结束，赶快进去看啊，是不是像馆长所说的震撼啊？那我相信一定是啊。虽然这个馆长把期待值拉得很高啊，但是我相信这个展览绝对是精彩可期。那杨培忠董事长在去年就来市政府拜会，说他要办一个会动的文艺复兴。我当时是很感佩我们的杨董事长跟所有的团队，因为这个是属于台湾的 IP 好，那结合了国际的团队，那在那么短的一个时间在台北受到那么高的一个评价，那这个评价不只来自于艺术界的评价啊，更来自于我们在科技界大家认为利用这种新的载具能够呈现过去的我们文艺复兴时期的200多座的伟大的一个作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这个也是在世界运用不管是 AR 或者是这种沉浸式的3D 的投影，然后呈现最原汁原味的原创作品所以在某种程度这个也是属于在科技技术上的创新。那当时他来的时候，我觉得说他这个笑做这个代志，别叹气，做这样才被冲上，但是我想他这种热忱，他的对于这个我们下一代的，不管是在于刚刚陈馆长所提到的，对我们下一代不管在艺术文化各方面领域的知识的一个培育，那我想我们真的是很需要像我们北冷翠文创杨董事长还有所有的国内外的团队的这种精神才能够让我们的不管是在艺文科技各领域能够不断的创新前进所以我真的要向我们杨董事长表示敬意真的也非常感谢那也要特别感谢我们这个林总经理还有三立电视公司能够全力的促成。那我想基于对我们下一代教育，或者是基于对于我们整体的这些新科技领域的一个应用，跟整个对于艺术文化的一个欣赏，我们可以在疫情流行期间，在黎明前的黑暗所谓的这个刚刚讲的这个文化文艺复兴的这个阶段，在疫情之后也会陆续的很多的市府的各项的艺文活动，或者是相关的这个很多的不管是文博或者是设计展等等也会即将展开那我们真的非常感谢在这一段期间我们北冷翠文创以及我们林总经理林慧珍总经理所属的我们所有的国内外的团队给了我们高雄市民尤其是我们的小朋友一个最美丽的文化宴享应该是讲说类出国所以我赶快要来进去看一看这个百花大教堂上面的末日审判跟还有最后的晚餐大家来共同欣赏这些大师级的作品以及怎么样利用这个高科技的话让我们能够重返现场所以再次的感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感谢市长的勉励市长请留步这一次呢我们主办单位跟高雄市政府特别为了感谢因素又准备一个小心意请我们的杨培忠董事长上台跟我们的市场一起来宣布尤其这一次呢在疫情当中医护人员非常的辛苦因此我们这一次主办单位跟高雄市政府合作特地宣布会动的文艺复兴特展高雄场只要医护拿医护的相关证件来场的话就可以直接免费入场好这么特别而且善心的消息希望能让我们的医护团队感受到在疫情当中的一丝温暖同时有请我们的郑大哥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到前面来拍照好请我们台上的贵宾往右手边看好请看正中间他一手拿剪刀一手扶着彩带
在最后倒数一二三数到三的时候，这经典刀就可以往彩带直接剪下去。不过在这个等等，不要急，我们先请现场摄影大哥来拍摄这难得的一刻。好，看到我们手机呀、所有的摄影机全部都摆起来。好，请我们现场贵宾来，在戴着口罩还是可以展开您最灿烂的微笑。请看我们的正前方，好，请看我们的右手边，好，再请看我们的左手边。好，大家准备好了吗？我数到一二三，喊到三的时候请剪彩，把前方的彩带剪下去。但是呢，要提醒大家剪完之后手上的彩带那一端先不要放哦，这样我们稍后就一定可以收回来。好，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倒数了，一二三，请剪彩。会动的文艺复兴特展高雄跑今天正式开展。好，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上台，把我们的贵宾手上的剪刀及彩带收起来。好，好，收完之后呢，请我们台上贵宾再次看向前方的摄影大哥，我们来留下一张珍贵的历史性合影。好，请贵宾往前看。好，比个赞，大家一起比个赞，祝特展顺利成功。好，请往右手边看，右手边。好，请往左手边看。再次感谢大家。好，接下来呢，请台上贵宾先请稍后。对哦，市长要上来，希望大家这一次看到会动的文艺复兴，也点亮高雄的艺术天空，同时也感谢大家的帮忙。我们看到过去面对黑死病疫情，让欧洲诞生了文艺复兴时代，我们也希望透过本次展览带给大家正面的力量，一起战胜这一次疫情的考验。好，所有的贵宾请往右边看，来，好，来，请往左边看。好的，再次感谢大家，我们今天的开幕记者会正式结束。